然后尊重我们身边所有的生命，就尽自己所能的就活得更闪亮一些。谢谢你，谢谢你。可能这部电影《人生大事》将会带给特别是疫后的武汉所有的人们看到这部电影的感触会更加深刻一些，对吧？今天是带着全家老小一起来的，刚才这个带头鼓掌鼓得最起劲的就是你儿子。喜欢这个电影吗？大声告诉我们。好，还有一位是吧，想分享，来来来，我们话筒这位。今天再一次见到朱玉龙，我相信你对于今天此情此景也一定是很难忘啊！刚才。